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金曲奖的晚上，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庆功宴，这本来是庆功宴，那现在变成了慰劳宴，就是请大家跟我一起合作的团队朋友来这边吃饭。哎，你点啦？结束点嘛的，阿咪呀。OK， 有缅甸朋友在那边喝醉酒，我们这里很 freestyle， 大家都在喝酒这样，然后大机校长坐在后面，看到吗？对。大家都工作的蛮辛苦，就跟我们一起拍摄，然后做音乐这样子。在这里呢，我要宣布一件事情了。虽然今晚上没有得奖，那两个奖都落空了，可是还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我们本来呢是要在11月22号呢，在 Legacy 办一场庆功的小型的一个演唱会，就请所有的歌迷朋友大家一起来玩。好，那这个演唱会呢就变成慰劳演唱会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起来玩，11月22号 Legacy。不见不散。什么时候开票呢？还没有定，所以你们找不到连接这里。到时候有连接我会公布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一起来玩，会有特别来宾，会有辣妹，要带酒来，可以带吗？可以偷偷带酒进来。Oh yeah！ 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明年金曲奖我会继续加油，不要金曲奖，明年我会继续加油，不管什么奖都好。谢谢你们支持我，干杯！你们啦！Welcome to 鬼岛，太平洋上的小岛，这里的民族人权根本大逆不道，这里的言论自由。